复兴航空失事的搜救行动还在持续进行，出动了包括直升机还有潜水人员抢救，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。关键的黑盒子已经被取出来，交由非安会解读，了解坠机原因。那这个已经确定是黑盒子了吗？这确定是黑盒子了吗？下午四点左右，复航客机的关键飞行记录器已经找到了。潜水人员趁着基隆河退潮取出黑盒子，火速送往非安会，晚间开始解读，要调查坠机的确切原因。另一方面，搜救行动也持续进行当中，救护车、军人、警消通通出动，还有直升机也出勤，把握黄金救援时间。现场也搬出大型机具切割机舱，要抢救那些还受困在机舱里的人。遗憾的是，搜救人员搬出了一个个白色尸袋送往殡仪馆，一幕幕可怕画面，附近民众心有余悸。做的时候，它就是机器故障嘛，故障的时候就飞不起来，就越飞越低啊。我们就看它坏得很严重，结果看到过了那个大楼以后，它就降下来，我们就想说它可能是迫降或者怎样，就赶快来找。事发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，不少人都来关心搜救进度。河堤上密密麻麻一片，不只有救难人员，还有民众。只是抢救时间分秒都是关键，民众可千万不要影响到救灾人员。 UDN TV 综合报道。